先把大便清干净。然后看一下第二只它有没有想吃。那这两只应该不会吐。不想吃哦，不想吃我就，他好像不想吃，看来第二只他还不想吃，要不要夹？哎，你不要那个，他才刚吃了一只，不吃就先放着，那我先清大便。那不吃，我等一下再冷冻，应该不饿。要吃吗？我看他会不会想吃，好像不想吃，不知道。吃了吃了吃了。刚才第一只吃掉了，因为这很小只，它连勒都不勒，它都直接咬。它连勒都不勒。吃饭的样子很惨的，还好遮住。你看他直接从屁股咬，他连勒都不想勒，他直接从后面吞。所以样子，它真的是活豚，因为它的体型，最大的体型原因是老鼠太小，它直接生吞活剥的把它吞下去。这样吞到喉咙这边，那小老鼠应该就死，因为还没死。你看，这真的是活吞如鼠。真的是生吞活剥，下辈别来，你不可以跳进去。
你不要吵他，然后我们再录，啊，吞下去，吞下去，我们要盖起来，然后不要吵他，吃两只，吃完我们不要吵他，他要在里面休息。你不要看，不是给你吃，你现在太浪费，然后吞下去了。你不要抢，你不要想抢他的食物，啊，吞掉了。那个老鼠就直接这样吞下去，所以他吃完后就不要吵他，吃两次就饱了。然后过两天应该就脱皮了，因为他眼睛乌乌的，不是他特别可怕，是他现在正在要脱皮。帮他盖起来了。要休息好，那我们的夜华吃饭吃完了，要把它盖起来。那就等一下就上传到备课会的成长日记，不然我们最近备课会的成长日记都没有影片。吃完就让他休息，我们就不吵他，不然等一下要是吐，对蛇是很大的损伤。然后我们家的嘟嘟等一下如泥符文大公开再让他出来，他换位置叫他要吃饭了，知道吗？他已经好几天不吃饭，好几个礼拜了。只是球蟒不吃饭不会怎样，可是因为我们家那个什么那个 QQ，因为他不吃，吃了三只，所以 QQ 现在在休息。好了，录完了这一段，录完最后就是猫咪做结束。那吃饱就让他休息，不要去吵他。像茉莉一次都只能吃一次，吃两次必死。我已经试过了，所以我现在吓到，茉莉一次都只能吃一次。那嘟嘟当然没有，嘟嘟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我们等一下来帮嘟嘟量体重吧。嘟嘟，你变瘦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帮你量体重，先这样。